换了个手机。好了。手机快点换。差不多。那个手机可能是，我觉得是手机的问题吧。同样是 WiFi，怎么这个手机就没有？你看怎么把内存弄一下？哎呦！好吧，好烦。现在是不是声音大一点？声音有没有大一点？你刚不是说那个声音很小吗？他们回来了，我姑姑他们回来了吧？来回来。吃饭吧，头发虽然烦，但是很美。应该是雷蒙他们回来了。今晚是 KTV 争霸赛，对，KTV 争霸赛，我作为团长，我要去邀请七位，就是参加这个 KTV 争霸赛的小伙伴加入我的阵营。对，我就是一个这个作用哈。看我的姑姑，我姑姑不，她应该不愿意上镜。对，我问一下。喂，哎，回来了。Hello，对，是他们。那圆儿呢？圆儿呢？怎么不进来这电梯里？进来我没拍你们，没直播，在直播。我在拍我自己，没事，我刚刚说了，我说了那个我姑姑和你们来了，你们没必要那么那个蹑手蹑脚的，在家人面前会不会害羞？我这有什么害羞的？我待会问一下我姑姑，我姑姑跟我一样，长得非常的小巧玲珑。姑姑他们要看你介不介意出镜儿，不出镜，他不愿意，不出了。可以看个背影，什么是可以的？见家长去，谁跟你见家的？耶，放个歌儿吧。这是啥呀？可以说话，你们就正常说话就好了。这有什么什么眼眶湿润？没有啊，我一时认真看懂啥意思？你干嘛一就问所以说年龄干什么？真的是毫无情商。哭，哎，我跟你说，我今天还真哭了一下，我在床上疼哭了一下子，就是今天大概中午、下午那个样子吧。给我整疼哭啦！但我现在真的好多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那咋回事呢？怎么现在就好多了？好奇怪。如果现在感觉好多了的话，那明天会更好呀！哈。高情商，高情商发言哈。对，我知道为什么了。Allen 说的对，因为我在跟你们聊天，有你们的陪伴，让我忘却了这个伤痛，转移了这个伤痛，知道吧？画质，我把画质调成，是最好的了。我今天上了厕所了呀。
明天就复发，你这么想我复发呀？这么黑粉的。我看看衣服，嗯，会啊，会抠。这个画质清楚吗？我来看一下。我在这儿直播，我看的不大清楚。我看看我自己，哎，还挺清楚的哈。自己，我看我自己。那可以。声音也听得见吧？声音听得见。可以，我这怕是不舒服，其实就是这个，他这个枕头抵着我这个喉咙，想像在锁喉，你知道吗？像在插我，然后就想吐，就一直就是，哎，这种感觉。想看穿搭，哼，就想看我的衣服。我今天是复古红玫瑰。还挺好看，但是我觉得我有点太瘦了，我现在感觉我的肩这块有点太瘦了，撑不起来。不要看穿搭了，我下面穿的睡裤有什么好看穿搭的呀？8点到了，我9点钟才连麦，9点钟和拉红上连哈。我也用手机，他也是手机嘛，我也用手机跟他连。对啊，是的。最近超适合我，真的吗？起来了。哎，头在这儿，我整晕了。那你买了香蕉的？嗯，我也买了香蕉，还没到。8点查房，哎呀，查房我就是手机自己看啊，你们也看不见。头发有点乱了，我为了直播，今天可是洗了头的，化了妆。本来我就是一个那种病人，就不想化妆洗头的。试一下，换一个面，换一面。那边躺累了，哎，帮我把手机拿给我一下。Thank you, thank you.Thank you. 这样不痛啊！我直播好随意哦，我觉得太随意了。这样看着有点变形的，说实话，就是脸就被拉下来了，你知道吗？怎么又问为啥住院呢？我要回答好多次，今天。关键是这个手术，说的又很那个，很重口味的感觉。
一个关于有志青年的手术。Even with problem， 啥意思 ？Even with problem， 交流病情。不好说的太直白，对，说的太直白呢，有没有觉得就是跟我这个女神形象有点违和？但是其实又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吧？谢谢暖暖。再找个地下车，可以吃个香蕉不？我现在算了，可以啊。哎，你帮我拿一个。我饿了，我刚上完厕所，好饿。我突然想到，我也买。哎，这个是什么小香蕉？皇帝蕉。这个好吃吗？一个好小。大佬在这儿，不拍你，不拍你，没关系吧？不拍，这假的。大家好呀，可以上镜吗？年轻漂亮吧？嗯，姑姑，我们那边叫大佬，就听起来有点像广东的大佬哈，特别年轻。我们的姑姑好漂亮。哇，这是你姐姐吧？不是的呀，我是她大姑。这两个，是姑姑。也很瘦，很瘦。嗯，哎呦，好了，够了，我觉得两个够了。憨憨想吃，真是一直看。哦，姑姑普通话当然好喽。他们开始了，咱。嗯，这上面就是他们每个十四个房间，然后这是他们。这是九二。对，九三，对，就他们的房主，然后这边就是参赛的选手，每个房间都会选一个冠军选。他们都是在等于说，对，这些都是他们房间的主题嘛。那我们现在这样，总是这样对着看。我现在看一下那个，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你在站什么？嗯，实力派。唱得特别好。没温度的双手，过往温柔。已经暖暖。已经被时间上锁，牵手被死不去的难过。闪耀间交易的风雨，随着披风凋零，我静静有一副你生欢喜被引起的爱情，去万一不满意。那个手机玩会游戏也可以，我可以玩会儿游戏，但我那个金闪闪那个手机在摸手机上面。你是户外直播，肯定户外直播的话，哎，九月初会，因为9月1号的左右吧，应该是1号左右，我们要去出差。
出差的话，那可能就户外直播了呀。我躺着的，我躺着的，我这头撑着。应该是九月一号、二号、三号左右吧。去哪里？有可能是杭州吧？是杭州哈？应该是杭州吧？可能会去拍东西 ，maybe 哈 ，maybe。为什么你们都在说赞呢？这是一个口令领奖的吗？赞。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吧。一人一首成名曲。好的。哎，九三连麦很简短的，比我还简短。表演啊！哎，看来我以后跟你们连麦什么的，不应该废话那么多。我发现是无效聊天。九三他就说：“哎，你好，然后今天唱什么？好，直接开场，然后连完号，那我们连下一位了，就表演完也不聊天，很简单粗暴的。”我就感觉我有的时候是跟你们尬聊，下次不了，直接。你们直接自我介绍，唱歌，然后完了就好，下一位。嗯，不多说，上台一。王之蔑视我，哪里蔑视了？我们去看我那个姑姑做饭吧，做的饭特别好吃，正好这样走走路，一直躺着也不舒服。谢谢同窗虎二哥呀，去看我姑姑的超高厨艺，哎呀，特别的厉害。去采访一下啊，看有什么帮忙的，呵呵，假装帮忙。姑在厨房呢。在做什么呀？呀，在给你做那个馄饨。哇，我看，我姑姑在给我做馄饨呢。她说可以，她走了，因为她只待几天。拿个菜单。做馄饨。哎，我们来看一下姑姑的厨艺哈，你怎么做？你看，这全是手工剁出来的，厉害吧？厉害吧？要给我做馄饨，我们那边的馄饨呐，怎么说真的好吃一些，就是我吃不惯，就是北方的那种馄饨，它特别的大，皮儿又厚，我们那边就是很薄，然后呢，它那个里面的肉啊，自己剁的，自己调的馅料。我姑姑的厨艺特别的好，做的菜超级好吃。这是中午剩的，这是中午剩的那个羹羹。那个羹里面就是有胡萝卜呀，然后一些青菜、蘑菇啊，然后还有一些瘦肉，然后和在一起，然后泡着饭也很好吃。我喜欢吃皮儿薄馅儿多的。对呀，姑姑在看我直播呀，嘿嘿嘿嘿嘿，关注我没有，姑姑？嗯，关注了的呀，肯定呀，我家宝贝肯定要关注的呀。嘿嘿嘿嘿嘿，这个羹真的很好喝。这意思，你发条，你看憨憨一直在这，我姑姑来了，他就围着他，想吃的，你知道吗？对的，姑姑特别温柔，你叫姐姐也行，但是你们对她的称呼，是的，可以呀、啊。他说姐姐好温柔，姑姑啦，姑姑岁数很大了呀。哎呦，看着特别特别年轻，真的，真的，真的，嗯，哇，好漂亮，是不是憨憨？怪不得你就天天围在这儿呢啊，臭憨子。姑姑今天在那儿说，她说憨憨要给她，因为憨憨不是我的儿吗？我要叫她姑奶奶，笑死了。憨憨在那看着呢，就在那看着。憨憨想吃东西，憨憨是最喜欢美女了，是的呀。去屋子休息吧。我那趴久了也不舒服。
网红之蔑视。哦，我知道了，你们发的这个什么赞，什么王之蔑视，这个是表情包，因为我这个直播的手机估计没有，我这个直播手机这个软件没更新，它就看不到图片，它只看得到字。我就说你们怎么一直在发什么王之蔑视啊？应该是憨憨的那个王之蔑视的表情包吧？然后那个赞是啥？哪一个表情包？是的哈，哦，谢谢一只豆花，还有哭唧唧。这个哭唧唧又是哪一个表情包？哭唧唧是我的哭唧唧吗？那个呀，我在走路呢，走来走去。哎，我现在走着好像没那么痛了，奇怪呀，这是咋么回事呢？我就今天用了两支开塞露之后，我好像就慢慢的缓解了，这是为什么？但是我用完开塞露啥也没上出来呀，我就把开塞露给上出来了。怎么回事啊，好神奇啊。我这个今天止疼药我就吃了一颗，我今天早上6点钟吃了一颗，然后哦刚刚吃了一颗，怪不得刚好吃了一颗，刚刚3-4点钟的时候还吃了一颗止疼药。但是我昨天我吃止疼药我还是有那个撕裂感，今天感觉真的好多嘞，我感觉明天就没那么疼了，然后到后天可能真的就好一些嘞。我当然不想痛啊，无语。对的，开塞露，哎，没办法，注意力分散，是的，是的。我今天给你们看，你们不是要看穿搭吗？睡衣风，混搭，乱搭风，这个样子的。嘟嘟，哎呦，不行，这摇着我屁股也疼，不能摇。看我没背。怎么那么锐化呀？不要看下面这裤子，就看上面的衣服就好了。这个衣服有点那种港风的感觉的，那种复古的那种红色的港风的感觉，这样就好。我把截掉。嗯嗯嗯。可以吧，那下面就是下面就完全是睡裤啊。我走路给你们看我怎么走，就是这样走的，像个螃蟹。我发现了，我这是螃蟹走路，这样这样。我今天没出门，我的脚还细一点，出了门的话就很肿，好难受啊。你们可千万不要那个，不要跟我对一样的这个有一样的症状。这个术后还是真的很恼火呀，恢复好久，我觉得起码要1个多2个月吧。我就我恢复的慢，我觉得估计得2个月会好。电视都是出货。灯光到地上反光。哎呀，昨天哎，真的，我今天对比昨天有明显的好一些，也可能是擦了那个膏药。对呀，和我昨天的是一套啊，这个睡衣挺可爱的。哎，干嘛？新歌不是已经录完一首了吗？我前天不是去，是昨天还是前天？我都忘了。昨天还是前天，我不是去录歌吗？也是录的新歌，但是由于身体实在是，我站一会儿就很不舒服，然后就录了2个小时左右吧，就等于说过了一遍。但是基本上那些应该是不能用的，应该要下次再去录。谢谢二哥的如意神。因为自己的状态不好，你录出来也没法用啊，对吧？我还是希望等到我状态好了，身体好了之后我再去录。这个确实没办法 ，sorry。没崩开线就算不错，应该不至于崩开吧？
对，就是没有力气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那种肿胀、坠胀的感觉，很疼啊。还是把身体恢复好再说吧。搞事就是在那搞事，乱说一点。状态不在线，对，唱歌漏气儿，有点漏气儿，就是没有气儿。Homie 们准备 ，Homie ready， 准备什么呀？在不在？在啊。嗯。对，彻底恢复，我觉得应该一个月是应该会，这哎呦，妈呀，一个月这些应该是没问题的，录歌啊、唱歌这些是没问题的。又要看全身，衣服好看又不是裙子，有什么好看全身的嘞？看全身你会失望的。下面是裤子，兄弟，上面是衣服的。如果还会这样子，这样扶着走。衣服是好看的，这样挺好。哦，这个灯可以开火，来看一下灯，看一下效果。黑风魔比战女，黑风魔。比较哟，比较云，云暖又发音，冷红茶，冷啦啦啦啦啦啦，包谷春。你这样看不好看嘞，奇怪。春情歌。关了，关灯。网上有个视频是这样的，哎，不知道是什么样，不知道我录出来是什么样。有没有变模糊？这弹幕啥玩意儿？有机器弹幕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鬼。突然来了一堆激素的机器人，嗯，正常，经常会有那种机器人弹幕刷广告还是干嘛的。哦，这个是恶意的，一看是恶意的，有人开的这个东西。恶意弹幕是的。我刚涂了发际粉，手都有点变黑了，一直在那撩发。有没有可能是真人？不是，不可能，因为他们打的全都是一样的，而且是很复杂的那些字体和文案，同时一下子一秒钟出来，你觉得怎么可能是真人呢？要么真人就是有一个人在后面操控，或者是几个人后面操控，这还用逻辑去想也不可能呀，就通一下子就出来一模一样。
突然看到一个弹幕很想怼他，他说什么，他说你是不是刚从妇产科出来。对呀，我是刚从妇产科出来，不然怎么来的你呀，儿子是不是，你还不叫妈妈。这么快就会说话了，看来我教的很好嘛。没有，就是突然想到这样怼也挺好玩的。叫妈妈，这么一下多了这么多儿女啊！哎呀，子孙满堂啊，还挺好的，整挺好。说话声音有点小，没力气，没有力气啊，儿啊！继承家产，没有家产，关键是不但没有家产，你还要有赡养的义务。老了要养母，知道吗？送你一颗痣，少说话，说话还好吧，说话也不影响什么。就是走路走个10-20分钟吧。不过我打喷嚏和咳嗽，我不敢使劲咳，因为就是啊啾，感觉就会有点痛。对呀，是该多几个房管了。房管好像是一直都这个样子哈。那我们那个，我看这两天让他们来选一下吧，好不好？多添加几个房管吧。我们多添加几个房管，不然他们今年进不过来了。有的时候，谁想当啊？谁想当房管呀？你来，这房管很累的哟。当然没有工资，也要工资，想得美，这不是福利吗？还包吃包住是不是？不累，用单又不多。之前用我有几次好像都说的，我们要增加几个房管或者换一批，因为可能有一些房管他们就是现实啊或者各方面他们也没有经常在直播间活动，我们是要增加新的房管嘛，对吧？我才不包吃包住嘞，还给你包吃包住，你跟憨憨住在一起，我住在这儿，就这里。这里可以，啊，这里也不行。哎呀，这个窝有点脏了，我一直没给它换。看尿的尿还没弄，看那个窝那个边，是好像是那个是它的那个粑粑的印子。一直说给它买个新窝，一直没买，搁置在这儿了。你睡在这儿，你们可以睡在这里。998一晚上。超豪华五星级住宿条件，跟最可爱的汉子住在一屋。这小屋是不错，我都能够爬进去的。我之前给他那个弄绳儿啊什么的，我都要爬进去。你看，干嘛这个门可以这样进去的？憨憨的窝。
嘻嘻嘻嘻嘻嘻。几点了呀？八点半。嗯，才八点半喽。哎，回卧室不了。那、啊、不行，我要充电宝。还有充电宝，你先买。我躺会儿，我去躺会儿，回卧室躺会儿。另外一个那个充电宝吧，待会儿我们下来吃饭喽，好开心哦，饿了有点饿，姑姑在做的，我这还有70%，山楂我可以吃不呀？应该可以吧，吃个山楂。溜溜梅，梅子应该也是缓解便秘的，西梅，应该是的啊、哦。掐一个，掐一个。嗯。嗯。你没事吧？太多好像是不好，它会粘连，好像我姑姑也这样说。你就吃一颗而已，我也不吃多了。回卧室，要不我那个播一会儿《金铲铲》，播两句，然后就9:30了，可以连麦了。好吧，嗯嗯，哎。